当时啊，行错一步，那唯有呢，最终去堕入了了这个四生六道轮回呢，安尼就辜负了的这个天恩祖德，安尼呢，伫咱即次得到都卖西讲是非常的可惜啦吼。所以讲呢，伫第二点呢，嘛就是甲咱讲，咱一定爱如人心清净，如理不别。伫修道呢，咱一定爱步步为营吼。那第二呢，咱就讲嘅一个道，道尊德贵吼。当然呢，道是心欲了万事万物的总根源，这是咱老子甲伊强名讲叫做道。其实伊是一种嘅元素。元素呢，就是像囡仔刚生下来吼，好命。啊，当然父母呢，一定会甲伊号一个名，吼、哦，号一个名就是要让以后的人要安怎来甲伊叫，吼、哦，甲伊称呼，吼、哦。那当然这个都老子伊体会到，伊无看到，看未到，碰未到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伊恐怕好些人，你会当真正去体会到，较少。所以讲，伊唔呾家己强名讲叫做道。所以，伫《清净经》就甲咱讲：大道无形，心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文言灭骨；大道无形，种种万物，我不以其名甲强名甲讲是道。所以讲，道就是咱的根，万事万物的根源。咱去看的这个物件，是毋是拢是无中生有？敢是？敢是？本来讲有这个花啊。啊，无就是有人创造出来，带有这个花啊。啊，所以讲你看的这个物件，拢有了解伊的源头。所以讲，伫这个宇宙有科学车道，伫这个世间内底有这个山川河海，有咱看到会到的，而且万有的物件，拢总是道所来孕育而成。所以讲起咧，道就是咱的根源。吼、哦，道伊就是圆满，因为过去人讲有道的缘分，就是代表这个皇帝，吼、哦，伊做人呢，会使讲是以道德来领导了解在百姓，所以叫做有道的缘分。无道的分分，当然伊个自己的私利，无管百姓的生死，所以叫做无道的分分。哦、所以讲，这个道来讲起来，伊的尊贵也就是上天所来孕育而成，嘛就是咱人本来自性所具有伊的法则。哦、所以讲呢，咱唔单讲这个道呢，会使讲是非常的尊贵，也由于伊是体，咱看会到。所以讲起来呢，咱就讲哦，这个人伊有德，就是代表伊有道。哦，啊，这个德就是伊的德性好，流露无论讲伫伊讲话，无论讲伊的做人当中呢，拢会当以己以人，哦，啊来显露了着道的可贵，德的可贵。咱讲哦，迄个人做人袂歹，迄个人有德性，哦，啊，伊讲迄个人有德性，就代表迄个人有德，哦，因为德是看袂着，啊，德是用咱当看会着，可以看袂着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道德经来讲，德性智、德学智、吼、物行智、事行智，是一般万物不遵道义规则。当然呢，咱人敢是天生地养的，敢是？是啦吼，咱人是天生地养，上天灵性给咱，吼、哦，你甲看，拢甲咱塑家、塑亲、个塑业。所以有一片的这个大地来生发了着所有的物件，就是咧供应咱人的营养，予咱人有这个生命会当存在，无咱人无食物件会死，无食物件会死啦吼，生命无当延续啦。所以上天予咱来到这个世间，你甲看，嘛是爱讲一寡咱，予咱人要食的物件，提供着营养，予咱生命会当存在。哦，那么呢，慢慢去甲看，你看会到，咱来讲万有，万有就是讲吼，只少万者哦的形成，这种是道的孕育而成。所以讲不行止，哦不行止，天地有够多啊，算不了。哦，那么呢，是行止，伊呢不断来甲伊催促呵护，让伊会当长大成人。啊，像咱照顾囡仔共款。
哦，这个囝仔咧，经过了着呵护，哦，啊，甲伊照顾呵护，互伊会当成熟成长，啊，咱来甲修，哦，这个刀，伊个苗有苗无？刀敢有苗？有啦，因为人无刀的话，哦，所以咱个人性来说是刀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咧，是一般如果不尊的为啊，伊贵的伊个原因就是伫遮。哦，因为伊是咱的源头，伊是咱的哦，伊是咱的根源，所以生而不幼，生而不幼咧，讲伊生咱，但伊无降于低幼啦。伊讲哦，这种我系，那这种伊也是安尼尔。啊，你若无我，无我就是无有了着分别，那安尼，这个无我敢是足大？哦，这个无我就是涵盖一切。所以讲，伫这天地，咱人不是天地所生，但是无因为伊生，伊就讲这是我的。哦，那么嘛，如伫世间来讲起，为什么？人讲咱来，迄个后天发地，也是讲咱人。咱人有才情，有名有地位，也是叫咱人唔通讲去执着。哦，还是讲去点点点，你搁看卖我无作为，我才华偌好诶，哦，我个人偌济，你拢叫我第一名，就是叫咱人安尼爱好天发地，因为天西万物，伊都袂去自由讲哦，即拢我诶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咱人爱学天地，哦，那么咧，生而不幼，为而不死。哦，为伊不是，就是讲哦，甲伊栽培，互伊大汉，伊无讲认为这是伊个功德。所以咱伫道场内底，为虾米叫咱爱无为而为？无论你今仔牺牲偌济，奉献偌济，哦，无论你度偌济人，偌有才华，哦，咱拢唔茫感觉讲这是我的成就，这就是咱大家人的成就。所以伫天地内底，伊不主动啊，伊袂讲哦，你甲讲诶，伊敢有甲这人讲诶，你若无我，你袂活安尼，搞出无人哦，拢咸哦，啊，拢提供该活人诶，拢活人，你看咱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嘛，对无？只要你买恶币，恶币甲伊淹吼，其实它是源源不断的，但是天拢破破的，你像咱个地母啦，你看卖诶，哦。啊！那迄个细汉的时，爸爸我要钱，你着看伊用钱给你啦，对无？要交税钱，爱偌济，我来偌济给你。啊，天地就是安尼，哦，所以讲哦，啊，伊袂讲讲，恁个安尼吼，拢是我的功德，哦。啊，恁老爸老母嘛，无你甲囝讲哦，讲，若毋是恁爸饲你，你嘛袂大汉嘞，可能不能安尼讲啦，吼。哦，还是讲来开玩笑，哦，安尼尔吼。啊，爸母来讲，爸母饲囝是应该嘛，吼。啊，本来就是咱的本分，为着生命不断的延续，就是一定要这样做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为而不恃，用而不占。啊，伊大，中大天后，伊袂甲伊，哦，伊袂甲伊主宰，伊袂甲伊主宰。哦，伊乎伊的，你付已经付乎伊，本来所具有的，他都给你了。哦，啊，乎伊已经成熟。伊袂去甲伊主宰，你着安怎？随伊而了着万有伊个德性，互伊家己去成长。所以讲，伫世间来讲起，咱来甲想，天地嘛无咧甲咱管咧，敢是？伊是惊咱人做唔好，啊，所以伊甲咱提醒，哎，爱做好，爱做好，安尼尔嘛，吼。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咧，你甲看。伫这《道德经》内讲，心天地，哇，有影啦！这种德实在太妙了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嘛会使讲是德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咱爱依德，德就是一个圆满，吼、哦！啊，咱所以修德，袂当无依圆满的出发点，吼、哦！啊，未修德，修到尾也袂圆满，修德靠什么作用？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讲咱修德，就是伫无圆满的内底，慢慢慢慢改变，慢慢改变。来愈修愈好，愈修愈好，吼、哦！安尼咧，咱今日行这条路，到可以缓缓哦。那么修班，修班对起来较重要。各位先生，修班，修班哪一个最重要？修班重要还是班较重要？修
啊？修很多重要，一样重要，一样重要哦。本来就是啊，哦，修法一定重要。在咱还没得到以前，无道行得，无道行修的以前，咱就是一定爱安那爱爱做好。哦，无道行修嘛，爱爱做好，先就是咱的本嘛。哦，但是咱有道啊。即嘛有道行，互咱得，咱大家得到道啊！啊，得到道会当超生了死啊！当然，咱爱无悔双修啊，袂当干那修福呀！哦，因为咱要搞脱生死嘛，所以讲起来咧，咱一定爱哦，一定爱啥咧？哦，一定爱修办哦。而且甲咱讲，只修不办，袂办哦，可以嘛？不行。因为天上有无功德行的，干无无量好行啊！哦，所以讲咧，天顶无了无功德的身份啊，无功德你敢会甲办？哦，袂啦吼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伊有功德，咱来甲办；，啊，伊较有功德，因就伊在世利益众生，哦，为众生谋福利，大家感念了伊在世的精神，虽然伊死，咱嘛是要感念。啊，所以讲个，咱若只修不办，你干那修好，我修啊足好，吼、哦，修到咱无脾气、无毛病，吼、哦。但是你无参办了伊道场大班主道，设坛做讲师、做人才，吼、哦。那么咧，咱无去办办的话，就无利益众生啦。这叫做独善其身。所以老师讲，你若要做罗汉吼。那干那要做罗汉，你也免大人啊！你家己好就好啊嘛，我家己修好就好啊嘛，对无？我袂管别人要怎啦，对无？那安尼，你安怎修就是罗汉。啊，罗汉十八罗汉，那上几多尔？你去外国讲的，就是罗汉。啊，罗汉哪有生死？哪有在罗尼？啊，这个速证六道，有啊。罗汉可是罗尼速证六道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那么成就佛菩萨，就是一定不但独善其身之外，你一定爱去兼善天下。啊，你像讲啊，恁今日才开班，哦，啊，各司其职，哦，啊，为了着今日边个班咧，可以当圆满来完成，各司其职，大家咧该做拢做好势，咱今日办有事，以后一定爱成佛。敢是安尼？啊，那食饱拢在趁钱。讲后界我死要等去做佛，敢袂当？应该会吃好啦吼。那吃好，咱下晡拢有人来啊。咱老子嘛，咱赚较侪钱。哦，别再来，再来做佛得啦。哦，所以咱讲天下无白吃的午餐，无道理。哦，啊，咱今仔来做佛事，无论做侪较少，有当做，你尽量去甲做，点点滴滴的，咱就当去成就。哦，所以讲呢。积修不办不可以的、哦、你没有功德啊，哦，你修干你靠功德，你一个不去干自干啊，靠这功德，哦，积办不修可以吗？那未使，哦，嘛你讲阿兰人啊，心哪好就好啊，心哪好就好是你家己啊，但是你都不去利益众生啊，哦，你都不去利益众生，但是咱人不。基本不修，基本不修就是讲，哦，我度人，我上头度，你拢叫我第一名。哦，讲道理，哎，我上头，你拢叫我第一名。没有啥，你拢叫我第一名。哦，我若办事的吼，我一流的，但是我无修。哦，我无内修啦。我因为到度人家后煞加生一个，我是第一名的心，安尼讲对？敢会使？因为你咧调发生是结果，但是人讲吼。你拄到啊，丢啊就爱拄到，但是你唔是啊，哦，你著到大人到做工作，结果生一个讲高心，你甲看卖，下面拢叫我第一个了。啊，你这个心生出来了，哦，那么我无通管管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咱心修好依主法，我们还是要帮办的，尤其是咱三者大开波，我讲的代志够多济。你办个代志够多济，有啦，哎是，但是啊，咱拢唔甘做吼，啊，你做拢足欠啊做尔，无人要做吼，一工啊三十来点钟嘛做不了，干那咧找个天地的钱，对无啊？对无吼？啊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呢，吼、哦，
袂当只办不修啊。所以啊，老前人来讲啊，随修随必，随班随行，随班都是家己的。各位浅浅敢是？嗯，是啦。诶、欸，修修的就是无经历前人啦，经历前人啦，唔去做伊该做的，吼、哦，伊后来伊嘛袂成就啦。唔是大家做做的，经历就会成就呢？无可能。确实是有人食饱带上日，吼、哦，当个成分安尼对，拢莫出去做，拢大家安尼收咧做，好个成分，够有迄个道理？无啦吼，哎、哦欸，我嘛是爱有阮该做个代志，我嘛是爱去做啦。哦，因为我嘛爱成功表面啦，嘛是爱去做啦。啊、哦，所以讲个伫这所在呢，咱咧成功唔伫做啥个？哦，唔茫想讲勤奋哦，啊！你啊看咩，啥拢无咧做，干呐拢我咧做，实在蛮大。讲前辈遮人叫你咧做，是你的福报啦。因为你是都来嘛，啊来人就爱练啊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啊你若练的时阵，就会当成功表现吗？是毋是较济？哦，所以讲咧，咱啊，都但是咧上面，我讲啊，但尽量办不过来。哦，当然这无法度，因为肾患病情，难免讲一定会练不寡好。哦，只是讲来讲啊，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尽量的去掌握、去修、去办、去做，哦，安尼咧，咱就有法度成就。所以讲咧，我有师叔讲来讲，只修不办难成道，只办不修入魔道啦。哦，咱刚才讲啊，只修不办，你家己修到做好势，为什么会难成道？因为你无功德。你修是你未修好尔嘛。你无去打帮助到，哎、欸，你无去公司做工过，人公司头家敢咧算钱互你，无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咧，你敢咧修无办，因为你没有回天的资粮，要讲起来，他都要讲天上无有功德心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咧，不可能成道。啊，你若只办不修入魔道，为什么入魔道？你敢知？咱若无咧听道理吼，足恐怖。有咧听道理吼，若全部啊有咧。有咧听着，你去家己平常嘛会看册啦，都收甲哩哩哒哒。我想讲哦，啊，若拢无看册啊，拢万去听着你哦。那以后发安尼，我看微信股吼，佫愈来愈乌啊。因为真个社会吼，是一开大耳窗。你若要变，要变歹是毋足紧，哦，要学好足困难。但是要变歹，伊只是真个社会哦，是一个大难关。啊，出去吼，一个无小心就去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所在，咱一定爱，嘛爱会向办事，嘛爱会向修道。哦，安尼咧，你会生一个功德心，你的内心脾气毛病嘛愈来愈少。哦，啊，无为，你若讲，哦，伊是一个足优秀的人才，但是脾气毛病很暴躁，安尼敢好？嘛好啦吼，那伊修道的标准这样的不圆满，所以有那种哦，咱就讲。要安怎内心予伊圆，啊外力要予伊当圆，啊，这就是咱真正修道的因缘。所以讲咧，不修是菩萨的意义。结缘训来讲吼，咱同修之间咧，咱来做到互相提携、互相提携啦。啊，如果你是干呐修家己，无咧办办咧。咱来改过，哦，不要难成道。啊，那诸哥伊做好者，唔愈脾气毛病愈济，无修啦。哦，啊，佮功德心愈济啦。哦，你家己讲，你不要越修越入魔道。哦，啊，你互相会当互相提醒。哎，哎，我骗你哦。哎，我有影个对个吼，我感觉会生一个功高心的啊。有人提出了，哎、欸，咱知影，啊，咱爱慢慢去相互，哦，袂当随时改变，咱嘛爱慢慢啊相互，哦，啊，咱人是愈修愈变道咧，敢是，哦，道不万年，人自万事嘛，你若家己会当脾气毛病愈改，你的人缘愈好，其实就是你愈靠近这个道啦，哦，啊，你若愈修人愈利益，代表就是。你一定有不足，哦，那么咧，咱一生就是离道愈远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所在咧，咱为了着啊，内外双修，要互伊当圆满，
哦，咱唯有这个袂使讲干呐凡夫修，袂当讲干呐修佛法，一定要哦对内外双修。那来呢，就是讲咱佛法老师呢，甲恁讲，佛法三般的因缘，常常心中了了分明啊。咱嘛知影，天顶无迄个无恭敬的神啊，哦，啊无迄个无恭敬的神，就是伊在世会当去大方所得救人度人。哦，寻声救苦，利益众生呐、啊，哦，安尼才会修道。啊嘛，知影讲，你会当修道的，嘛是就是爱修的。哦，这咱拢清楚。但是老师甲咱讲，咱确实四肢如如不动，哦，动袂起啊。有当时啊呢，哦，啊讲一句啊做一句，讲一句啊做一句。那安尼呢，咱所谈的嘛少啦，哦，嘛少啦。其实，予我感觉，咱有时间，道又无，哦，无班，无活动，咱家己会当去找道亲，无人也好，去行动嘛，我见有时间嘞，哦，啊，你倒摆徛嘞，来找一个道亲，哦，啊，家己听到的分享予这个道亲，你甲看见点啊，看较袂散。哦，那么呢，伫这个所在呢，咱有当时啊，来讲话啊，都。你去到遐无方便，哎，买使用电话呢，敢会使？电话起来买使鼓励呢，吼、哦，电话爱是讲吼，哎、欸，会当联络的资讯，你也可以给他鼓励，这拢是咱建功立德的机会嘛，哦，因为伊环境无同款，咱袂当讲去找伊，买当用电器，哦，电话也好，赖嘛好啦，哦，啊 ，FB 嘛好，这拢是鼓励得亲。哦，啊，当然啦，会当亲身去到遐来拜访，人讲见面嘛三分情嘛，啊，互相鼓励。哦，那么呢，咱会当去访亲，嘛会当聚会啊。聚会呢，啊，就一寡道亲吼，啊，免足济了，啊，来做伙，啊，来泡一下茶，哦，啊，食一下果子嘞吼，安尼，啊，还是聚餐一下，这个都很好嘛。哦，啊，因为安尼嘞有机会慢慢来聚。还是讲咱伫道场，哦，比如咱伫天门堂遮，当然嘛，免讲一定足济啦，啊，佮五六个啊，几个啊，哦，啊，就一寡较新鲜的，啊，咱就道亲吼，啊，就叫注意下，啊，来遮食食下下昼，食一下饮，慢慢开讲一下。一方面，互因较直接见到人啊，咱就是变啊想办法，互伊会爱来见人啊，啊，唯有就是爱用方法。哦，爱有华人长短度众生啊，所以讲咧，道亲伊啦，愈要来咱就会等，会愈有机会。啊，若唔来，道亲、利亲、天命亲是咱咧讲的吼，未成就。啊，所以讲咧，这拢都是咱平常咱建功立德很好的机会。因为呐，要成全道亲，拢总是干听课，要成就足困难。啊，奉亲的是会成就较好。啊，当然袂当无见救班啊，啊袂当无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咱唯有吼，若讲嘴若开，道亲道一大堆嘛；脚若行，道亲道满山遍嘛。诶，咱各位浅浅够认同一句未？够认同？嗯。啊，因为吼，你啊，我像咱来公司咧做业务的吼，为虾米？你若出去，那就叛逆。啊，因为去人家遐坐，人家坐外久，唔知。啊，为什么伊即摆坐咧，伊交外感情啊？对，啊，会较调调调。伊要公司的产品爱讲伊自我，就是平常时的精分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你若较常去因遐有迄个情，啊，来讲啊，无你啦，啊，都因为天伦等吼，养是有班，啊，你若来，其实伊是无爱来。但是因为咱伫人家遐坐。啊，有一个精分哦，迄、那个胡说讲袂出来啊！讲啊，好，阮呾来吼安尼，伊何伊讲是严重来，只要要来就有机会。因为咱咧听道理，有当时啊咧无一定，较实性个讲，伊来参加一个班，拄好听迄个讲师讲一句诗句去互伊启发着，不一定；，啊，伊是讲一个典故去互伊启发着，嘛不一定呢。迄不一定讲听三个三去做伙听听，伊就会了解，会够有遮好用个，无啦吼。比如讲，这是我个经验啦，哦，我嘛感觉讲，哦，我着来参拜，啊，参拜可能一到八点钟听听嘞吼，嘛听
无几句感觉讲有啥物作用的。唔过，但讲好有一句，你会恍然大悟，但讲一语惊醒梦中人哦，一句得用得了。哦，啊，咱就是咧等待那个机会而已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所在真正一定要行出。啊嘛，这嘛是或许吼最近哦，诶，迄个啊，诶，迄个啊，认识啦。哦，算咱这段时间嘞，道亲伊拢较有做伙成就嘞，成就啊，几个也去找道亲，啊，伊有迄个经文，哦，啊，有迄个经文了，你啊，招你用哪样派啦？啊，无人免哪来，无人道嘛免办，咱后边嘞，家己食饱用用啊，免啊了完啊，家己嘛吼，拢无人去抱个信心啊，对无？哦，啊，干脆唔来，大家拢卖来，哦，啊，安尼道场就唔好安尼吼。安尼，咱要成就就有困难了吼。啊，所以讲咧，第四修道，为啥爱修道？为啥物？你修道才一空，啊修道，我嘛唔敢修道。啊修道会成佛无？嘛唔知。啊修道敢会成佛？敢会？各位先生，敢会？会啦。啊，你甲看观世音菩萨，啊未？虽然伊是妙善公主，伊啊未成佛的以前，敢是人？敢是？不是人嘛，吼、哦！啊，伊今日去做观世音菩萨，就是伊在世是自修，啊，会当去度人救人，啊，百岁以后上天才封一个高位给伊，伊叫做观世音菩萨。那么伊在修的成佛啦，安怎咱嘛是平平啦？安怎咱去修的成佛？没得道理啦！伫天地内底拢是公平，只要你要修要做。你得让成佛。那么为什么咱来修道？因为这来说，人世间苦啦，爱离苦得到。所以讲，诶，寒嘛艰苦，热嘛艰苦，有钱嘛艰苦，无钱嘛艰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伫世间无啥不计苦。你甲看，当时咱诶佛陀悉达多太子，一家拢免做诶。但是伊甘愿舍掉荣华富贵，甘愿出家去修苦行。为什么讲苦行？比咱真咧修，敢有较艰苦？有啦，你啊看，咱下课都一样，下课你比人出咧。吼，啊那那到两个钟头下课，我今日去吼，真正无小心吼，哎，福气到唔知就是安尼啦。吼，因为我下早就营养不良，啊，因讲一单的智慧班吼有两间是主办的安尼啦，吼。啊，因为这届去是因为顶礼拜是母亲节嘛，因都要开班，我延到这礼拜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今仔日呢就是因办桌的日啦，办桌不是办桌哦，这差小寡尔哈，啊，所以你甲看呢，下去今仔日特别搁较好人食，你甲看吼、哦，所以讲哦，安尼福气到唔知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哦，咱释迦牟尼佛呢。哦，伊去体会人生的无常，伊由四声闻了解说乐别书，伊虽然是太子后白色国王嘛是爱生老病死，人拢受伤啊，所以伊讲啊，你要安怎？啊，做人一定要经过这四关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伊当去修行，啊，唯有修行才会当离苦得乐，较袂堕入四仙六道的轮回啊。啊，无要修道，你一定要修入阎罗的阎罗王的心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即个都有多人见咧，我吼安尼，愈感觉讲真正咧，咱有求道的吼，转去迄个面上真正无共，无共。咱善化迄个杨先生因妈妈，我嘛祝大伊，祝大伊迄个吼，大伊恭喜就对啦。因为妈妈好，即个杨先生咧，就是咱青云座庙。哦，伊迄二三十年来吼，不断认真恁咧卖香果拢熟悉嘛，后摆有来得到，结果杨先生吼就肝病啊，肝病不讲调下，弟弟嘛甲讲啊，这哦嘛唔知变咧甲医啦，啊即马死咧啊，动作外面医，哦严组长我甲报伊迄落迄退休吼，啊去加啥物会死伊啊，直接诶不断我消伊，我阿人我好起，好无伊。爱较接待佛堂的，啊，求仙佛，啊，你再看卖，你即卖会当安尼吼，你若求仙，你讲我安尼好起了后，我爱来度人，爱来救人啊，我爱来做事，爱来请靠啊，
真正咧，咱伊安尼带妈妈，伫两担前来参考，伊年都91岁啊。啊，你查这个小话内底，那伊拄好过来参考硕士无见到，安尼长期是不是？一世人，若讲到歹来袂来，人伊安尼来咧，有求着得去硕士参考，互我迄阵啊咧，要出国去坐飞机。杨先生在问因外姊咧，讲某位人啊，妈妈长期是甲化妆面啊，不开，开安尼看起安尼，粉红色嘛吼，安尼细比长相较好看。这若有去看到浅浅长期拢知影，面那像我腮红的哦，就虽然那像我胭脂，迄不是我胭脂，是伊本来百岁年老，伊非常的安然自在，所流露出来这种。相互之际，伊哩无求道咧，人讲较歹看死人，迄七孔夹夹出一孔吼，莫怪讲死人无人敢去甲亲近，看着惊哩。你若讲安尼道心转去，哇，倒去囡仔出咧困，咱袂感觉。那么为什么偏偏一种死有两种的无同款？咱讲伊真真，安尼够有限，安尼有限呐，有求道甲无求道。听伊讲着讲，你有求道，只要你卖几道百劫，咱百岁老了后，拢是下不俯身，动不挺身，这是咱修道上界好的印证，就是伊啦。但是老师有讲，唔忙到阴阳两界时阵，你当发现讲啊，唔对呀，无修道唔对呀，小曼。因为咱人啊阴，咱人啊阴阳两隔，当下你当看迄个世界会对吗？看迄个世界会对，天个回头到法度，无法度嘛。所以讲咧，唔忘记迄个时阵才明白，这是老师大人讲。所以讲咧，人间就是一个苦，咱要离苦得到唯一一条路，就是修行。那么咧，生死殊代，爱小心雕塑。那伊五祖咧，甲伊个弟子讲。逆境之有福田，不求出入心事苦海，殊胜若何福何可求啊？因为有个人无了解咧，会拜拜就是咧求平安咧，就是咧求好嘢咧。若求到有吼，我一世人嘛，唔免做工做到退休吼，嘛来做头家，但是了，那无意求家求求的嘛是做到退休啦，所以讲吼，若求到有。大家咧头家啊，上咧用钱啦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啊，世间钱、世间银，不在世间钱多落用咧。所以五祖讲世事，殊代因是先干，讲咱人的灵性，唔是身躯。身躯吼，你有修道嘛是爱死，但是你的灵性不顺，要安怎互伊回转转去？所以修行是为着去检定，你如何以后会达本圆满，倒转去归你的。那本来就是佛啦，等你归归尔，唔是去做佛，因为你本来就佛啦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你唔能想讲哦，我做足侪福报，福报可求。你的福报足侪，但是你自性未歹，福报可求，自性未歹，就是代表你脾气毛病啦，种种贪嗔痴慢疑啦，这物件无因净化掉，互你的佛性流露出来。你的福报大还福报呢？福报还福报，你也看，所以讲咧，世人的修持，真正修行是为了超脱生死，所以爱修道。那当然咧，行菩萨道，为什么咱爱行菩萨道？你要行菩萨，一定爱行菩萨道。你有菩萨心，一定爱行菩，一定爱有修菩萨行，才能行菩萨。你敢若有菩萨的心不？菩萨的行，安尼才行。袂啦，因为你等下要发心，我嘛足够，真大嘞！温文的众生足可怜的啦，即有多人见吼，若无甲因度吼，因拢无得到后代，佫对着轮回生死啦。想着想嘞，怜悯的心是怜悯的心嘞，但是脚都无行出去啊。所以咱大人就是行菩萨道，咱来大帮助到就是行菩萨道。他拄仔讲的，你来就是做佛事嘛，就是。菩萨行，菩萨的行义，咱最后的一点行，咱最后的形成了的菩萨，所以讲起来呢，行菩萨道，
爱主甲甲他，就是讲咱要咱成就菩萨道，第一就是爱主甲咱主甲嘛。咱都找着转去迄条路，找着家己的关心啊，找着家己的精神啊，找着家己的福啊，主甲。哦，但是咱知影咱家己有一个精神，要安怎互伊倒转去？唯有自觉了后，爱去觉他，要用着伊的功德。那么呢，在咱的自心当中，叫做觉行圆满。哦，这是伫啊大学三部经就甲咱讲啊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你一定要先明德，明德了后再亲民。心明就是内在定作心明，改变起起无变，外在度化众生，这叫做在心明，在知以自先。你有自觉，啊，佮觉他自于自善，就是觉醒圆满。这有一个步骤，啊，一定爱去做，袂当跳过，袂当讲吼啊，大家知道在明明德，啊，心明免做，直接跳起。先迄个自主于自善，无迄个啦，吼，无迄个啦，吼，到遮好个，啊，问用迄侥幸的心吼，啊，事理嘛袂人安尼吼。所以讲咧，行尽世间千条路万条路，唯有修行不误人。各位前人一句话，大家敢有听过？嗯，敢有？嗯、有啦，啊，真正咧，你啊，咱也从这个想啦吼。伫世间，你是总统，你是皇帝，你是王侯将相，你是世间上界富家的人。人情甲面谈，敢有人要甲你拜？无讲无对啊，迄是领导的代志尔。哦，但是咧，今日你修行学道，你阁有道心、行菩萨行、做菩萨的慷慨，那安尼你成就不菩萨，这是绝对有诶。哦，啊，这是你人生来到遮谈着的呢，真正谈着是谈着你做不到的呢，唔是伫遮你谈着几千万、几亿的，迄你炸未起。迄炸未起，哦，所以讲起来咧，咱就讲伫在世当中咧，啊，咱就是一定爱有修行学道，哦，啊，人生咧，带咱双管齐下，带圆满呐，画下完完美的句点呐，啊，无人生咧，咱讲啊，来世佛陀去世咧，躺在阴间走一回，未尽生我我是谁，生我之我又是谁，哦，中大圣人方知我，合眼望拢又是谁？不如不来也不去，也不烦恼也不悲，这是顺地方的出家师啊。顺地方的，这是伊的体悟啊，伊、哦、的体悟。所以呢，最后还是爱修啊、哦。那么修道为了家己而修，不是为了别人。个人吃饭，个人饱，个人生死各重要。所以呢，袂当修人真道。每当修人真道，就是讲哦，讲咱上帝叫人过来拍神啊，哦，这叫做人真道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咱未使因为了解，当然啦，咱还佫无了解啦，哦，啊，难免咱的因波师呢，慈悲啦，吼，伊拢会想尽办法吼，哦，啊，互伊个来听道理啦，哦，啊，佫一种无修人真道，就是讲，他拄好发讲过。哦，好啊！若做无好，你唔通想讲安尼，我都唔收安尼。我家己跋去，跋去地府去，啊，你也是要对呢？哇，安尼安尼就真正，安尼就唔好啊嘛吼。所以讲，诶，无修人真道咧，就虽然好啊，做唔好是我诶代志，以后好啊，爱接受上天诶公道。哦，但是咱今日修行学道，无因为是人事物，因修道是个人修个人的，个人食饭，个人饱，个人生死各自了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定要去了解，咱来依法不依人啊，依法依照咱修行学道的法则。哦，修行到法则有，一定要学修讲办法，啊，无你变啊，你变啊，成功不得。哦，为什么鼓励大家来学这？哦，做上下内烦恼，哦，啊，咱会当成功表演。哦，为什么学钢丝？因为道场钢丝嘛无够，啊，让大家会当来学钢丝，会当来成功表演。哦，安尼嘞，咱自然语言嘞，咱会当转换。哦，那真修实言，不得道名道烦，道啊道世当中，依见道德未修的。哦，啊，咱修道咧，哦，
无以人情，何以自我？咱来真修实念，咱来去了解。我今日已经入了这个道体，挂着修道的名，当然我变来做到吼、修道的标准，安尼叫做真修实念。气比气改毛病，吼、咱的贪嗔痴慢疑不正念，你拢爱慢慢改变，都要去。你若有感觉讲我进比较早吼有改啊，安尼你就是有在心。啊，你若认为讲吼啊，我是十班啊，我也无感觉我咧改，也无啥物进步，歹势，你干挂命尔。哦，安尼以后你成就就有困难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咱一定爱尽心实念。哦，啊，当然咧，有当时啊，就是讲，用容易做到到，做到完完有困难，啊，迄袂要紧。只要自己有迄个心，啊，你有咧改变，安尼你就会当圆满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伫道中内底咧，毋茫落入了着道名、道权、道势，因为这是世间的物件。哦，因为咱人若三寸贵，当了后所有化成为零，摊平啊！你今仔日是乌乌撞撞，你是道名，哦，你是啥物道名、啥物道权，到遐存留。哦，尤其是有道名、道权、道势，但是你是私心用事，那安尼那是道义了得不修。所以讲起咧，咱伫修行学道咧，咱一定要注意吼。佮、再来，无品啊，无求品自高，不求道行，无咱啥物啦。哦，当然道行了，咱啥物？伊是咱会当学道行啥物？啊，因为道行啊，就是咧普度众生。哦，一切的资源其实是拢来自了咱大家无私的牺牲甲奉献，但会当让这个道场呢利益壮大，但会当风度大变嘛。哦，咱的道心较认真，这个是咱家己用功来付出，能够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哦，啊，咱这个道场呢有了着，能够有这台船，有船就有船，有水的话，这只船会走，就会当载着众生呢，到咱依靠佛法的所在。哦，所以讲起呢，咱别当讲道场话咱啥物，伊是咱爱用咱学道场啥物。那么咱学道场啥物，是你学道场吗？你学道场吗？咱也看无唔对，你学道场，但是你学道场的相对，伊是一个反作用力。今日去讲布施啊，布施你看我讲我布施学点文书，啊我布施学道场，请问唔是布施学点文书，你是布施学你家己的慧念，因为未来你要倒转去哦，来啊这个先班。拜年唯有按功点果，是看你在世的时阵，你的付出多少，以按功点果。所以讲，伫平的来看，我咱奉献伫当中，其实你奉献愈多，未来功德愈多。啊，无先大先细先是安怎分？哦，是咱伫遮所付出的多，就是愈大先啦；付出的少，就是愈细先，因为咱的功德少。所以讲，伫道场来讲起，咱的付出，其实你刻出的是看是你，你牺牲，唔过咧，伫无形的当中是回向予你家己的回业。所以讲起咧，啊，咱修行，咱讲用东方的价钱换西方的高，就是安尼啊。所以讲咧，这咱一定爱有注意吼。那么咧，书比数更有。咱会当牺牲奉献，就是代表咱有迄个福报嘛，吼、哦。那么咧，念着老生自第一，不把佛法当人情呐、啊，哦，因圣人大师在自己的手中，哦，那当然咧，以佛法来讲起，因为咱要咱平众生心来行平等心，伫修行学道，伫佛的眼中内底咧，哦，咱。一定爱是一视同仁，无论有钱无钱，无论伊生水甲歹，哦，那么呢，伊只要有一点的佛性，伊都有可能成佛。那安尼当中呢，咱一定爱袂使看人修行，
哦，袂使看人去栽培人，只要伊有佛性，咱就是一时动念，共款相像的教育，哦，要安怎让伊去成就啦？哦，啊，无咱今仔日伫遮无凭众生心，搁有分别心，啊，伊就是众生一个嘛。哦，啊，你若当成就佛，不是因凭因心嘛，无分别嘛。哦，只要大家会成就，哦，伊就拢甲伊，哦，想办法让伊会当去成就。搁再来讲不求花咧，伫修行内底，哦，若要搁对时代调用，那安尼修行咧，讲会当成就偌济嘛，有限。因为花花的世界需要调用，咱不断伫咧运用伫咧调用，伊敢会去修行？无时间啊，修行啊。哦，那么呢，你的心嘛要离得远啊，因为你就是向花攀缘，求花表求花在的花咧嘛。那安尼呢，你心放伫对，你就成就伫对嘛。你心放伫这个心，你就成就这个心，你是会成就了着你的自信。哦，所以讲呢，伫修行，为什么咱讲淡泊名利？为什么讲淡泊名利？所以讲，伫世间来讲起来，物件有人用了，无一定爱讲求名牌啦，不一定要讲求名牌，哦，会当用就好啦，哦。所以讲呢，因为当中有真理，咱刚刚食过迄个养生的物件，养生的物件。养生的物件，无人吸收，无人烹调，哦，安尼食的时阵，咱若较早咧食车吼，食车迄肉敢卖炒烹调较好食，啊，若无肉煮煮煮煮的嘛，袂食无味咧吼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天然的物件，伊无加任何的物件，所以咧，伊食来，你的口感无好，歹食。啊，唔过伊是真实的，即叫做真理。哦，安尼咧对咱的身体倒有真正的好处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因啊不求化咧，因当中有真理。你当慢慢去体会，人生伫无所求的当中，咱内心迄种的平静、清净而无碍、无烦无恼，那一种当下的幸福，唯有得失。你的心境一定要达到迄个心境，你才有法度咧达到，才感受会到啦。哦，才感受会到讲啊，真正咧，哦，那一种淡中的真味，你才有法度咧去甲伊体会。啊，体会你才有法度去享受啦。哦，啊，若无，伫人生咧，哦，为追求的就是花花的世间。哦，用着有限的人生追求无限的欲望，那安尼咱的人生到最后，什么个意义？啊，有什么意义？哦，来到这人生一点意义嘛无啦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上天给咱一点的生命，无非就是要给咱的生命会当活，哦，活出一个光跟正。所以偏偏一个人死，为什么给人的少年无同款？哦，为什么圣人先都因死？咱对伊个笑咧，啊！若迄作奸犯科死，咱阁会甲伊骂，讲啊，这自早来死死个，变变一条生命。为什么爱予人即种个感官？为什么会流落着无共款个价值？那么你无共款个价值是人叫你做，爱你家己做个，家己嘛，哦。所以讲，何方无问伊人自招嘛，哦。所以讲，心是天道，甲地甲个所是嘛，你安什么心嘛？哦，你若安好的心，当然就是天道；安无好的心，就是地狱。所以讲起咧，哦，咱伫内心修行学道，咱要安怎真正越平淡越好。哦，外在攀缘的东西呢，你一定要慢慢研究。哦，安尼咧，咱当伫真心咧，咱会当享受着伊真正的幸福。那么享受即是消福，享受。哦，当然你有法当享受，我真足侪钱能享受，代表我过去世，哦，已经有奉献足侪，所累积落来的福报。但是福报呐，要不要都跟着福，福报敢袂了？哦，你真若剩一亿，啊，拢都无赚啊，吼，啊，干逐工安尼开啊，一亿敢开会了？会啦，吼，紧到万年啦。哦，啊，那么呢，你享福，就是你开始咧开你。
之前所累积的来福报啊，就是开始在消耗。所以我们当讲知福惜福，你一定爱再造福，一代源源不断，一代源源不断啊、哦。那么你受苦就是了苦。和我讲，咱各位姐妹，今仔日有遮济，就是幸福为师啊。哦，啊，幸福为师就是了苦经嘛。为什么讲了苦经？啊，有当时啊，你坐来听，就你话无爱来是安怎？哦，坐几铺诶，坐到安尼腰酸背痛。所以来遮坐吼，有当时啊，事实啊，尤其若定咧坐吼，安尼定咧，安尼酸来酸去吼，啊，若酸了哦，背下来抓阿无卖来。哦，无就无来，所以我们来到这，咱咧幸福为师，咱也无来，我来这嘛无来，敢是？所以咱幸福为师嘛，我学习神功妙愿嘛，哦，所以讲咱会有功，会有福报，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我们来，你咧吃的苦，其实就是嘛咧抵消你一世人应该爱吃的苦。咱一世人吃偌济苦，固定的呢？你若无去苦吃真哦。诶，你会当弯弯，吼、哦，所以为人培养袂过人当，咱就讲啊，伊业无消，业无消，当然好好袂开啊，死都死袂去啊，伊就是咧消业业果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老师甲咱讲，迄、那个了业有两个所在，一个是佛堂，一个是地狱啊。各位前人了业有几多了？啊，佛堂啊吼，佛堂啊吼。佮佛是有当只时间较长，吼、哦、啊无牵过，应该嘛无粗重啦，吼安尼啊，唔过呢，啊做做忝忝吼，啊咱就当来困一醒啊，应该体力就恢复啦。但是迄去病院无共款嘞，迄去去病院困困入去，啊爱食嘛食袂落啦，吼、哦、啊食个佫放袂出来，吼、哦、啊身体艰苦爱枵钱啊，啊唔是你艰苦呀，全家拢艰苦。当时，尤其若是去住，规家啊，老母拢住去啊，规家口内的生活起居拢住去啊，有啥啥啥啥，所以讲起来，咱爱来佛堂了苦的，因为咱一世人吃的苦，哦，啊，你因为道场开始，因为啊，哦，在道场受苦，你就会当保守着遐，所以老师伊当咧讲要这两个所在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咱爱来吃，哦。你若活安尼啦，活安尼活，活活诶，咱恁点诶自信会当发挥着迄个能量较变化。所以咧，太空吼，那么如果好啊，顶一道或是去，拄好等个新春宴嘛，太空诶新春宴。那么新春宴了咧，哦，啊来后壁去点个，去接未了点灯，啊，因为咱诶人才咧，一个叫做阿杂吼，啊，伊诶是正式诶领导。叫因妈妈过来看病啊吼，啊，互我甲看伊嘛是疲劳啊，差不多要到14点钟啊，吼，哦，早早就来到学堂啊嘛吼，啊，到暗时啊要九点，要14点钟啊吼，我讲阿仔你累了，年底我也累了，吼，啊，互我甲伊听着高爷咧讲吼，啊，听着邓清咧讲吼，下晡吼，伊咧听课的时阵吼，咧流目屎。因为破业领任吼，伊咧功课放一首歌，啊伊伫遐落山，啊我咧甲问人讲啊啥，你为什么会掉眼泪？伊讲哦，啊个触动，都是想着古爷吼，伊迄种啊将军吼，做兵吼，啊伫遐吼伫病院生不如死的对个，哦，听伊讲吼，嘛足想要想办法甲结束掉安尼，你看迄人安尼个。所以阿杂就去想着讲，哦，高爷哦，当时在那个医院哦，那一种的痛苦，痛苦到这一种情形，阿多喝气一休瓜哦，感动得让他痛哭流涕。所以或许敢说，阿杂，你看呐，你从早上到现在14个小时了哈，要14个小时了，也很辛苦，也很累啊。啊，但是你想到高爷去住在医院那一段时间，你看你。你是要像郭爷在那个医院，还是来这里？他想一想，笑一笑，说：“我还是要来佛堂的。”哦，安尼，因有那个卡，精神卡歹，你那少年等你困困，明仔就提精神就好啊嘛吼。
哦，啊，你著解决，你迄病医无共款呢，病医无共款吼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人讲啊，受苦就是妖苦，因为咱人有是破病的苦，嘛有吃饭的苦。啊，咱若如果平常时有咧了解，其实咱了解，哦，本来助人者的苦就会减少，啊、哦，就会减少。所以呢，咱食苦呢，爱甲当作真正咧食苦，敢是安尼？真正啦，你爱注重食苦，当作食苦啦，哦，因为伊咧改变咱人的命运嘛，哦，咧了解，哦，留予别人一条后路，留予家己为家己留一条退路嘛。哦，当然，伫世间来讲咧，咱事事行行拢爱会晓，哦，拢爱会晓咧，往，哦，往后想一下，咱袂当，咱讲事袂当自转啦，事若自转，伊就不退路啊。所以咱人咧，会当会过就好啊。哦，唔通讲哦，啥物代志计较加讲，互一条，互这个人已经尽无路，退无路，不要做。因为你若安尼后摆，你就唔叫当定，哦，因为当知你这种人啊，人无够会好过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其实你为别人，嘛是为家己一条腿哦，伊无为人哦，迄人足可疑，迄人啊，伫计较啊，伫安怎哦，好，迄安怎，人边个人甲讲着去，你啊后你甲看卖人讲，人家人这人就袂歹，哦，啊，本来咧想讲要叫伊计较来，伊就袂计较嘛。大家讲因是好人，哦，啊，别人会拄好一定个啦，啊，就大家给大家机会嘛，哦，送佛送上天，哦，送佛送上天，你大人了爱去承传呐，唔通来求着了哦，当半路食草，哦，啊，掉伫咧半空中，因为伊功力无够，唔当人心嘛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伫咧半天顶，因为伊无够长，啊，去落下来，所以送佛送上天。得到道理后，咱一定要加以成全。啊，成全就是讲爱奉亲，吼、哦，啊，要安怎了解伊？伫道场爱甲善去对一个学习平台。你像咱山林有心灵成长营，有菩提心会班，吼、哦，有四年教育，吼、哦，啊，咱道场有智慧班，有什么班？啊，咱就讲去奉亲了，知影伊内底的心愿，啊，咱会当推荐伊去参加什么班？来给伊提醒啊，哦，来给伊提醒啊，哦，安尼咧，互伊会当得道啊，修道、学道，会当了道、成道嘛，啊，那么咧，爱以德性来引导众生，哦，咱来依据咱的德性啊，哦，德性咧，伫德性来讲有外德跟内德嘛，内德你要修为要好，哦，外德就是讲，哎，该做你嘛爱做咧，唔想讲无做咧，哦。安尼话咧，自然语言，咱就会对伊靠我。你拢免讲啥哦，你拢点点仔做，你该做你甲做，拢唔免去讲。其实你拢无讲，人拢有目睭，人后壁就会出来。啊，你若干呐依嘴，啊，就干呐讲，拢互别人做，啊，家己，哦，都讲了别人做，我嘛无动于衷啦。安尼话，人才会对你，人袂对你啦，哦。用爱心来包容众生，啊、哦，当然啦、啊，咱啊，这是人呢，难免都会有出错的时候，啊，咱要用爱心去甲包容，哦，那么呢，互伊有时间，有机会，啊，自然伊就会当去成长，袂当讲伊的唔对，那么呢，就甲伊指责，甲互伊无，互伊呢无抗衡能啊，安尼这个德性一定会出来。好、哦，列出来。好、哦，我看因从政的啊，因的迄个干部哦，下迄个教育的品。伊讲哦，因咧带江苏新的江苏是一个资深的江苏，带一个新的江苏啦，一对一啦，吼安尼带。哦，啊，迄、哦啊那个新的江苏呢，二三宝。啊，二三宝呢，哇、哦，迄个大咖训练家讲哦，安尼会使上台啊。哦，你甲看安尼。哦，你训练了袂歹，结果呢？哦，资深的江苏讲爱互伊实战，实战呢拢有机会得，互伊要去讲三宝啊。结果呢？哦，讲无几分钟呢，煞讲袂落啊。啊，讲袂落就摇边哦。这个资深的江苏爱甲补啊嘛。哦，啊甲补了后倒去，你敢会当
每这个心内感知，吼、哦，其实伊当上台，吼、哦，当然伊担心阿平教，伊大咖人家做好，但是其实当然心态不一样。吼、哦，咱咧讲说嘛，好，甲可能，哦，你安尼实无简单，吼、哦。你安尼有够进步啊啦，无简单。即你即个讲十五分，后个到半二十分、三十分就过去啊。哦，你爱个高咧，哦，啊安尼就会不断成长。你若因为讲哦，啊，你都学到讲，遮个也在，为虾米来安尼？哦，一直甲自责，一直甲自责。我看真个哦，可能也差不多，爱修爱修得啊。但是即修交与修无共款啦吼，安尼就唔好哦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咱爱用爱心包容，严以律己。宽裕大量，吼、哦，安尼咧，咱个姻缘会愈好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咧，咱来推广广告，吼、哦，唔通讲吼，啊有一挂先生吼，你啊看卖，今仔人是我诶，你去看到利益搭搭啊，哦，历史早就讲了足大咧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咱咧讲有啦，咧天伦书店吼，啊，大家同修大德互相，吼、哦，大家当体贴，啊，今日安尼当换换，你甲看咧。安尼听起无偌好个样子，哦，啊，人白家个人吼，哦，这人是我个吼，好可怜。咱比一个，今日去度一个人清口啦，哦，你讲哦，哎，人不是我伊个清口，有遮十场啊，拢伊啊嘛，哎，伊都唔捌来得奖，你看敢有拢会来得奖个？有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有人吼、哦、一定会来嘛，就讲吼讲啊，咱。过界来伊做一个清口的，哦，当然你过界伊清口，一定来道场接受教育，啥子过节嘛，一定有鼓励话啦。无唔得是你去咧甲接受，你咪甲鼓励。但是袂使安尼讲呢，讲讲这人是过界，伊来清口，因为道场嘛用个道场的资源啦吼，嘿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个伫这所在，我啊，这是天文书店啊，这是大家。啊，咱咧真诶，咱咧鼓励啊！哦，安尼人听起人嘛感觉讲，嘿，袂歹。啊，即嘛到时个标准啦吼。反求诸己啊，啥物拢爱反求诸己。人对咱无好，咱一定爱反求诸己。咱袂使讲伊唔对，咱拢对。为虾米？白白安尼当袂对，当袂对，袂对安尼太轻了。那个有问题。啊，所以讲，咱来反求诸己，检讨着家己，吼、哦，为主去改变家己，吼、哦，为过家己会当圆融诸法。同时听讲打坐咧，吼、哦，啊，伊伫厨房个先破茶大杯咧，吼、哦，啊，伫厨房讲常常拢弄歹着迄碗碟啊，啊，人打坐讲拢我，吼、哦，是拢我打坐讲破。啊，有一间无做后才拄啊好，逐个拢打坐讲破。啊！伊忍受委屈自己，啊，会当慢慢了解，哦，啊，我见我无无做，念嘛无见啦。你要看那一种的德性是安怎培养，哦，会当圆融十方，哦，爱有虚心奉献，为法服务，哦，当然咧，伫道场内底，哦，牺牲家己，哦，牺牲家己的利益。假设是讲今日去，哦，来道场服务。哦，道场若无开放，我今日去佚佗啊。但是今日去个道场都有开放，所以我无去佚佗，牺牲家己的利益。哦，奉献无求回报啦。哦，你无谓个付出，你唔是咧求回报，嘛唔是咧求功德个。我感觉啊，我会使，我就可以哦，把我的时间、精神来奉献给兄弟姊妹，来奉献给这个道场，而且咧为法服务。哦，这家伙阿德。哦，是在体内足忝啊！哦，啊，唔过当了当，佫有工作，哦，啊，伊嘛无少着家己的辛苦，啊，不断佫扶持着这个道场，哦，这叫做为法服务，哦，下落依随的精神，就是讲你有勇气去承担，哦，去承担这一种的职责，舍我其谁，哦。那么为大出于平凡，都就是在日常。哦、所以讲个诸菩萨拢是伫世间行的，啊、哦，拢伫世间行。哦，啊，伫世间呢，他是在平凡中造就不平凡，大家拢是安尼成就的嘛。哦，无讲伊有较特殊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虽然是伫平凡当中，咱伫遮呢所做的一切感觉无啥，
以及也是成就佛菩萨的机会啊。那当然呢，因缘一段，哎，需要好好的研修，因此呢，天时因缘无等啦。所以师父大人讲，过了一春就没有这个劫。哦，你讲咱三朝普渡，会当我咧渡人，哦，来做功德，来宣传了愿的，其实就是讲，即拄啊好，伫三朝普渡有这机会啦。哦，啊，咱会当做，嘛是爱趁这个机会。哦，人讲趁钱是一个时机，啊，咱这时机掌握唔对，当然咧，咱就会当趁大钱，吼、哦。那么相信上天是公平，相信啊苦尽甘来，啊，咱比较付出奉献的啊是先苦后甘，未来呢大家拢会当成就啊，所以讲呢啊人归天报了吼、啊，所做啊一切的付出呢，其实讲起来啊上天呢伊一定会给咱一个啊公平，上天给咱的礼物永远都是上好的啊。啊，哪怕是一个打击，就是讲一个真无好的迄、那个啊的造福，但是由于了解这个造福，无定会互你深深的体会到人生伊的真谛。人生只不过嘛是安尼个，哦啊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嘛是讲啊，有影人一定要想到。所以讲起来呢，咱会当往好的去想，啊，有可能嘛是一种当头棒喝啦。哦，无发生袂体会嘛。当你发生了，你才恍然大悟啊。所以讲呢，啊，上天呢，总是拢是上好的安排啦吼。唔通去因为碰到逆境呢，那么咱去互伊克的。啊，一日收来，一日讲，一日无收，一日空，功德袂被人抢去。啊，功德呢，咱很多讲的，主动汇款，你做的呢，主动汇款呢，去咱的提供银行啊。所以讲起来呢，人抢人未去，咱爱发功德啊，迄、那个爱发功德的愿心啊，发功德的愿心，爱立志发心表愿哦、啊，爱知愿立愿，第一个讲，我咱知影，咱一世人会好甲歹，哦、啊，尤其是人如果好，咱更加爱立愿，立愿就是修行，改变我们的命运。哦，那么会当造就功德，自然咱会当了变。哦，啊了变呢，会当回天覆地，因为你功德圆满嘛。哦，所以讲不离世间行啊。哦，你会当了明了后，就是代表你已经圆满。哦，啊，咱会当每天去调治。哦，爱借着愿力，配合了着后天的努力。哦，啊会当克服，啊会当克服了着这个业力。哦，所以讲呢。人讲啊，愿力抵过业力啦，哦，啊那法力难抵业力啦，所以讲呢，有那是业力，哦，有咱的愿力会当，哦，带了着这个业力利益。那么呢，第五烦恼，烦恼呢啊，以感恩，哦，了愿为目的，唔是啊啊为着这个数字来做为了着这个，哦，非为数字游戏。会为做哦他人的比较，你叫咱在比赛哦，就咱度人救人，咱不是讲讲互咧比数目大甲少，不是哦，不是安尼，咱爱用感恩的心来讲哦，啊，咱这个天道降世哦，咱会当度人救人，那当然呢，咱一定爱赶紧有缘的那个多哦，开放报佛祖地，你个念的明白，你一概不。哦，伊若无，你无甲惊个，伊袂负面，伊会正个讲啊，恶运气。哦，那正显因不在于哦何时会开花结果。哦，咱道理道场呐，所付出的一切呢，哦，咱唔免去甲伊在意。哦，啊，都计是太多不感觉有成就，爱良心的成就。哦，其实咱会点点滴滴天地转呐。哦，只问因缘，不问修行，咱唔免去问。助缘因缘到的时阵，也是我们成就的时候。哦、所以讲起呢，伫修行学道，哦，咱是先无畏而为，咱的内心呢，那我讲达到清净而自在哈。不贪功懒惰，哦，那个为了讲别个吼，啊个那凊彩乌白多白多一下多，哦，为了着
吼，都为了有这个讲功德，度人有功德，吼，啊人度，安尼就唔好吼。所以讲度人应该要有慈悲心为主，咱才多讲过。大德普度当然啦，无因报而输，去甲伊引进，吼，伊咪得到无机会。吼，啊咱当然咧，啊用慈悲的心讲，啊，今日来度伊来救度，哦，互伊唔免阁对着轮回生死。哦，但以着慈悲的心为主，哦，所以呢，送佛送上天，哦，所以咱来度人成全，唔单度人无心转啦，哦，所以讲咧有心转的机会，大家一定爱努力，哦，比安怎较侪兄弟姊妹呢，会当来接受道场的教育，哦，爱是讲，因为心转有足侪方法嘛，吼，他可有讲过风亲啦，吼。啊，会当介绍伊去啊，即、道场一些学习的平台嘛，啊，即咱拢会使甲伊鼓励吼，啊，咱来去安排，坚守有规律性，爱有共同的生活规范，啊，当然修道咧，哦、啊，因为学佛有佛规，咱要学佛嘛，爱接受啊，即、个规律性，哦，啊，唔通讲哦，咱都要学佛啊，啊，佫无照着规律性。啊，安尼变啊，成佛哦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咱来好好遵守佛规礼节，爱有共同的生活规范哦。所以讲道场有道场的规范，既然在道场，就是爱接受道场的规范哦。啊，无变啊，成就无可能哦。那成功绝非偶然呐，爱努力付出才有结果。成功咧，不是偶然的哦，是爱努力。所以呢，咱平常时变啊，精进家己，把握了伫当下，唔通想讲啊，我今一个月未来得要后个月，哦，啊，今年未来无嘛要明年呢，哦，伊嘛爱互我赚到钱呢，互我做大头家呢，互我有成功呢，哦，安尼呢，我较来，唔是，其实咱平常，哦，顺缓并行，变啊，精进家己，鞭策自己，互咱有时间呢，会当充分利用，无必要去花费去啊。诶，无保障，咱也一天一天安尼过呢。啊，时间浪费。啊，咱若是讲有时间的话，来找道亲坐甲鼓励，讲两句啊，嘛是加减啊谈啦，对无？哦，生活绝对有耐谈呢。啊，咱若想讲哦，啊，迄无啥，啊，当然无啥，你无去做，拢等于是闲啦吼。所以问闲是无啥，爱主动争取机会，创造机会，袂当等待机会。唔通等人甲你讲，你较去做；唔通等人通知你较去做。咱爱自发的，哦，咱讲啊，咱就知影讲啊，咱有咱的亲戚，伊有要求求道，哦，咱就得较多。爱是讲的，哦，伊有求道啊，啊，咱就知影讲，哎，伊也有求道啊，啊，咱来找伊，哦，安尼就办咧，哦，会当现买现卖，安尼会当较高咧，这个嘛是机会啊，哦，所以讲的，咱来改借着机会，哦，因为。相信无规定讲要放心，就爱经过遮大人来使去啦，到规定使去。哈哈哈！无啦吼，是看咱袂够用啦吼。哦啊，所以讲咱放心稳得吼，其实咱市场当中，家己会当自发定啦。哦，咱来把握机会啦吼。时间爱规划掌握，轻重缓急呢如何出现？哦，咱家己的时间爱有规划啦。啊，无规划吼，啊，咱讲吼。啊，一花过三冬，啊，三花过一世人啊，时间咧过足紧的咧，吼、哦，安尼，所以讲个爱好好啊，把握吼，啊，轻重缓急，吼、哦，有当时啊，先后并行，对较重要，咱得吼爱去初想，吼、哦，啊，别安怎兼顾，就是讲我后天变啊，过好伊关关，先天买咱好势的，唔通单过后天，啊，先天无顾。有影咧，雨天足济吼，目睭若开去，山水会断去吼，这是走袂去咧，咱爱去想。所以讲咧，变化会当兼顾吼，这咧会使讲是非常的重要吼。那么咧，从用心天宽到专业依附，该想即爱想。吼，有当时是因为你专想有困难，前线有困难，但是咱变来众生牵怀，到最后。哦，咱伫火天已经无化炉，咱会当全力以赴伫这个道场，毕竟是专心。
哦，安尼咧，利用优先资源咧，咱会当真正哦啊，把握了个这个行动表现的机会哦。那沟通协调，还有互相迁就哦，因为咱一寡代志难免有意见无同的啦。哦啊，意见无同，无代表办唔到的，不代表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。啊，这个经里面呐，咱互相迁就。哦，你我那是差足济，但关键啊，哦，啊，就欢喜就好了。哦，咱嘛不一定讲坚持讲，啊，无安尼袂使，无安尼一定不爱。哦，不用这样，那是差足济，看法无同啊。哦，人家那是差足济话，啊，我们就互相迁就，没关系。哦，啊，不要互相磨练。你道场内底吼，互相磨练吼，啊，磨来磨去，磨到最后吼，嘛，好多人咱嘛无法当成就，啊，道场。那呢，爱奉他哦，不念旧恶是良药，贵体的或贵体啊，哦，卖点点的修啦，点点的修，对家己嘛唔好哦。刚才讲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这样也不好哦。那以阮当你的学修，修的当中就是有机会来转变自己的心念，这嘛是修内心一种正好的机会啊。啊，若无当着，咱嘛唔知到底咱的心境偌远呢？哦，啊，来当着，哎，咱可以跨过转念，代表我们的心境不错。哦，安尼咧，咱来较好过，啊，大家都较好过哈。原谅包容别人，不要意气用事。哦，爱宽容。哦，原谅包容呐，也就是就好啊啦。哦，啊，唔能意气用事，尤其是你修到生死大事，更不能意气用事。哦，安尼咧会害着家己吼。爱予别人有用心出发的机会，哦，我讲啦，啊，大家会拄到一定会啦，但是你莫甲投死啦，哦，你莫甲投死，你一定爱予伊机会，因为你甲投死后，家人嘛是甲你投死啦，因为，哦，老师讲过讲，好汉吼唔对袂使骂，为虾米袂使骂？因为咱在生吼，做人的责任吼，做人的好汉啦，甘是，啊，唔是讲咱拢永远是好汉啦吼。因为我们也做不对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做不对了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咱的好汉不对，啊，还可以讲对吗？可以讲啊，鼓励啊，吼。但是，不是讲吼，啊，你得有哦，伊个只只个只只个，我安尼给伊，啊，你无大根砍人两片，和我讲，拢在道歉不死，修道，吼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其实，哦，我们那一点爱。了解了吼，在修办的当中，变成如此如往外，和大家当同修共办，勇于承担责任，爱有责任感和使命感。咱在座都是济公老师的徒儿，吼啊，所以讲呢，咱负责三朝普渡，大家有责任。所以道场，咱会当度人，爱度人，会当学人才，学人才，学理解，吼，爱学当师。在道场呢，我们如何来打扮？但是咱嘛是了家己的愿呐，哦，啊，借这个道场了自己的愿，哦，啊，若无道场，咱要了解靠机会，要去对了解，来菜市了，哦，菜市了当然袂使啦，哦，啊，你若要帮办布施，嘛大家有缘能了，哦，要来遮办一个地，诶，嘛来遮靠了我的机会嘛，哦，那么你爱急功近利，哦，顺理合意，哦，那舍我其权，哦，顺理合意。啊，做到三寸开灯，迄个姻缘真的时阵，哦，安尼就是急功近利，那安尼就是咱人生的圆满，哦，嘛都该空过了哦。爱持之以恒，爱勇气坚毅，哦，反得爱一鼓作气，无迄个半途，哦，半途成请假还是休息的啦，哦，啊，当然啦，拄啊好，身体较袂使啦，哦，还是拄啊好吼。啊，心情较无好啦，哦，无定定讲啊，几工啊请假，哦，唔茫请伤久啦，哈，唔茫请伤久啦，吼，没有半途请假或休息的，唔茫啊，安尼就会空过安尼吼，啊啦，爱知行合一，知爱跟着，哦，唔茫知咧无压准，安尼袂歪吼，所以讲咧知爱跟着，哦，加以行，安尼咧才有法度通。圆满，因为道是做出来，不是讲出来；德嘛是培出来，不是讲出来。哦，不是讲我德性很高，
咱看咱本性的，哦，啊，所以讲你表露出来，就是成就，表露什么，你就成就什么，哦，啊，伊活泼玲珑，通情达变，哦，伊伫道场来讲起，哦，道心呢，啊，每一个人的环境无同，哦，伊的啊，伊的个性无同，伊的种种无同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伫道场爱学环境事，哦，虽然是规定。会使甲未使，但是伫发生了后，伫当下，咱要安怎圆满？哦，变得圆融，道场上没有什么损失。哦，啊，这个人来贡献，伊个会当为方便，这个会当发发运动，同款特别，安尼才会当圆满。哦，啊，无你唔着顾只，结果失只，你看有法讲双管都甲顾好。你以当下你要做出一个活泼玲珑的通情达变，袂使急习惯啦，急习惯哦，低呐压力当力拢无，啊，所以讲呢，这嘛足重要，出路不通，另谋他路啦，哦，你讲咱咧办道咧，当然咧有当时啊，哦，歹做，有对时啊歹做，但是你另外谋另谋他路，哦，纵使你讲关掉这一扇门。也有开另外一扇门的因缘呐，所以板凳是一种的艺术，哦，伊是一种的艺术品。所以板凳内底，哦，咱要安怎会当甲刀板哦好势，人佫会当圆满，会当圆融一切，这个是咱板凳的艺术。哦，唔盲讲哦，做只新家，做只新家，这艺术无够。艺术有够，就是讲哦，作家也圆满，作家也圆满，啊，安怎做拢会圆满，未拄啊好诶来圆满，会拄啊好诶圆满啦，哦，所以讲咧，这是一种圆满的艺术，哦，来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，吼，或许做结论吼，第一，道经、地经、天命经，哦，这是肯定的，咱一定要好好研修，哦，三朝普渡，天龙不老应住，西方不老应佛刹，专门道中下凡。为了三朝普渡，哦，那修道一旦我们啊功果圆满，了脱生死，我们最后四生六道的轮回，哦，这个肯定的。第二，不应行错一步路，又步上另外一条轮回的路啊。那都修行就是要基础轮回嘛，哦，所以咱来修行的。结果呢，因为伫修行内底呢，无大无智，无小心呢。哦，依然无限去另外走上一条轮回的路，那安尼不是等于受伤吗？哦，所以讲呢，安尼呢，啊，就会白修的。第三，修道无时间性，办道无时间性。修道二六十中，道主拢是道流，拢爱修。哦，但是办道有时间性，就是讲咱进啊，会当度人。哦，三分上，多一人三分的功德，上天助人有七分的功德。哦，嘛当就是进应是应运度人，会当来修道尔呢。你若是来道，道大开普渡你度人，你去落山掉，无人嘛，伊无应运嘛，哦。所以讲呢，伫咧当中你要度，也没有机会啦，吼、哦。那么第四，不变初衷，心不移移，人讲修道如初志，心不变有移啦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啊，咱啊，伫修行学道，哦，咱爱不变初衷。哦，不管你修到的道路上，哦，伊会顺逆境，伊会崎岖坎坷，咱一定爱依道来作为咱修道的宗旨甲目标。只要安怎修办会成道，那其他咱拢一定爱去转变自己，让自己修到这条路呢，会当圆满。所以讲呢，依道修办。莫测用心，安尼咧，自然咱就会当自然语言咧，到眼睛的时阵，啊，我们就可以成就了佛，哦，那这是佛法的啊，在所发浅呐，啊，而且，哦啊，恐怕有足侪言不达意的时阵，哦，啊，有错误的时阵咧，希望咱蔡经理，哦，啊，咱主席各位浅显大德，啊，会当甲佛法体谅，哦，海涵，甲佛法指教。啊，最后我爱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，万事如意啊！好，万事如意。
感谢红点支持呗。前道义鞠躬，坤道义鞠躬。咱这就是一点点，刚才讲讲咱红点支持的事情。再来是咱庆花刚刚创新花时代。